这都还有点不怕死。刚刚我没起杀星，说了，我刚刚起杀星，他死了，他的这个站位。 看他。 这都放炮。 老样子，假装回城。 提线。
好吃冰。现在打的韩服啊，打的韩服，跟打比赛一样。借补给保底送出的超魂，一闪，谢 YXP 送出的粉团。他的也没用过，让他毙吧，毙了之后我拿这波线权去月下。真是在干嘛？好好赚他一波，怎么打成这样？哎呦，这给他们中单拿凉了头，搞不懂。
啥？这么富裕，一个草两个眼，坏了，没配合上。 连招，刚才的连招是 Q 闪 R A， 然后一技能翻开，就连他们的 A D 还有他们的辅助全都没反应过来，出招我要快，如果他们反应过来，我应该是死，我的刀在他们之上。 真的只有打团，只有连体。看看他们的数据，又是连体。这游戏只有连体。比赛就是这样。你看主播打韩服对吧？打比赛对局，无情猎手我都没带，带了没用，主要是就你带了。我们平常国服无情猎手是要制造一个多打少的局面。你看我们这有多打少的局面吗？没有啊。 无限的团战，又在团了，不慌。 刀尬的这一波思路只能说烂漫。
W R隐身，这样可以刮倒他，他也不会说第一时间交闪，因为我还没放 Q， 这时候他 Q 技能会直接盲视野打我，他这有盲视野扔的技能，我随便躲，躲了之后我们再一个 Q A 跟闪，原本的计划是这样的，像对面有反控的 Q 就不要第一时间交，先放其他小技能骗他技能，骗完之后再用 Q。 我这把为什么第二件没出亵渎？因为我这把出的装备和符文不一样。现在我打的韩服，这对局不一样，主播这个打法肯定不一样。
打的韩服，服务器特色，这把是纯靠个人操作啊！你看我的出装符文一点东西都没有，也没有帮助推线的一个东西，而我们10分钟100刀，就纯靠个人基础啊，属于是把我们40000把的一个熟练度发挥到极致了。正常的话玩不了这种。 快点吗？ 感觉能打完，这波还有思路清晰啊！那得走了，你再不撤的话，真不是啊！
怎么敢？不拿村长当干部，不拿刀杆人男刀当威胁是吧？现在我谁都能秒。 看，已经死了。OK，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潇洒。